你是不是常常疲倦想睡觉？而且上班的时候都没办法集中精神，还会一直觉得头晕？没错，这就是贫血的症状。女生会比男生更容易得到缺铁性贫血，那是因为每个月月经来的耗损，导致体内铁质大量流失所致。这时候呢，你一定想着说要吃点樱桃或者是葡萄来补血，对不对？其实这都是错的哦，因为植物性来源的铁呢比较难以吸收，这个时候你最好要吃一点动物性来源的铁质会比较好，像是牛肉啊、羊肉啊，或者是鹅肉、鸭肉这些的，它的含铁量都比较高。同时你也可以在餐间补充一点绿豆芽或者是甜椒这些维生素 C 含量高的食物，可以帮助你的铁质吸收哦。如果你月经来的时候特别想要的话，请你一定要冷静一点，好不好啊，亲爱的啊，冷静一点 ，calm down。因为在月经来的时候，女生的阴道是十分脆弱跟敏感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发生性行为的话，容易会有阴道感染问题，严重甚至会导致子宫内膜炎，甚至是骨盆腔炎，而且还会导致经血逆流，造成子宫内膜异位症。所以呢，在来月经的时候，千万不可以有任何的性行为。你真的觉得这个时候大吃大喝没问题吗？你们真的以为月经来吃东西不会变胖吗？其实你的新陈代谢率啊跟平常还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你这时候吃多了还是会变胖。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啊，月经来的时候好像会变瘦，其实那也是假象，因为你在生理期来之前啊，黄体素增加会有水肿的现象，而月经来潮之后黄体素下降以后，水肿的效果自然就会减少啦。所以那一切都是错觉，不可以乱吃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搞清楚那些惊奇小知识了呢？那你来吧，再来月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官方账号搜寻华人健康网。